野马湾住下来，咱在这安个家，过日子。姐，姐，俺想送你一件东西。传武，走了这趟牌之后，你的心思姐都明白，姐啥也不要。这是俺攒的，你收下它吧。闺女，还找下去吗？哎呀，这都几天了，他就是个囫囵的人，在江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呢。更何况他已经中了枪了。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两天了，他要是活着的话，不早回来找你了吗？这人不行了，没了，别找了，闺女，啊！
你讨碗凉水喝。哎呀，我的闺女啊，这大冷天的喝哪门子凉水呀？啊，炸坏了身子，那可不是好玩的。走，跟妈妈进屋，妈妈有新沏的热茶。哎大娘，不用，我在这儿喝口就行。姑娘别怕，走，妈妈不会要你钱的啊。来，走。来来来，姑娘啊，来来来，喝点水，暖暖身子啊。谢谢大娘，甭客气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别着急，慢点喝。来来来，再来一杯，慢慢喝。姑娘啊，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，还是靠友啊？大娘，我不探亲，也不靠友，那我是想找点事儿做。找事儿做呀？那可太好了，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，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。在这儿啊？那我干点啥呀？哎呀，我这的活啊可清楚了呢，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许，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，行不？哎呀爷，你这两条腿还站得住啊？要不就不走了，妹子再陪你一晚啊。别，我再不走啊，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，连渣子都找不着了。哎呀，瞧您说的，常来啊！啊，回去。哎呀，这就走了。啊，这就走。来啊！回去。哎，慢走。仙儿，红姐，红姐真的是你？红姐，咋在这儿遇见你了呢？你是在这做事还是住在这儿啊？傻孩子，姐一直没闲着，这就是麦大炕的地方。什么？我的妈呀，我还以为这是客店，本来想在这儿干呢。妈妈，你就别打她主意了啊，她是我妹子，人家可是好人家的闺女。走，希儿，跟我上楼去。跟着排帮，我一道上没少打听你的消息，可老杜毕爷爷说你有钱就跑到俄罗斯去快活了，这是真的吗？老东西没说谎，我是活过今天没明天，怎么快活怎么活，什么福也享过了，什么罪也遭过，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，死了也不去。希儿，你下一步咋打算呢？嗨，走到哪儿算哪儿呗。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家的命。什么命不命的？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家，还有滋有味的活着，来这世上走一遭，别亏了自己啊。我说你是什么人呢？死了，你为哪个守的寡？这世上好男人有没有？有，传武就是一个，可是他一死就绝了。你要就凑合的嫁一个，要么就不嫁，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，死了两腿一蹬，拍拍巴掌，笑嘻嘻的见阎王。